熟了，各位朋友，第一集已经顺利的复出，收到很多的网友的支持跟鼓励，自己觉得相当的欣慰，也非常的开心。因为笑话都偏短嘛，以往我在讲笑话的时候，都是你们在听我讲，就等于说你们会评论，那我心里面就很干啊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讲，那你们评论呢？我觉得这一集我也要来评论每一则笑话，我自己觉得好不好笑，要不然都是。啊、算了，不要讲了。哎，越讲越生气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笑话了。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，没事吧？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八八八八，想不到吧？好的，刚刚讲完了这两个数字的笑话哈，就是属于那种嘴角微微上扬，但不至于笑得你花容失色的那种笑容，对，算是一个小幽默啦。哦，但是一定要加上这个字幕的辅助，你才会听得懂大概是什么意思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笑话。巫婆死掉的话会变成什么 ？Switch。OK， 这种短短的笑话哦，它也是有这么三四成的火力在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谐音的笑话哦。Switch， 四是中文字 ，Switch， 啊 ，Switch 是一个英文哦。那关于英文的笑话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笑话，你们知道 Cindy 跟谁合不来吗 ？Judy。Judy 不去 ，Cindy 不来；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What about Jennifer? Oh no, I'm Jack。你们一定觉得为什么好像我自己这样边讲边笑？因为我也是受不了这些笑话。怎么讲？很复杂的情感。因为我知道，当我讲出来，当它不好笑的时候，也许很多人就会泡。那个泡火，你说对我来讲不是一种伤害吗？当然是一种伤害。这种伤害已经吞了四五年了，我要吞多久下去？我还是要吞，因为我现在得赚钱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笑话特别了，其实蛮神秘的，它有一种传说感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深山里面有一座庙，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，小和尚每天都在那边打扫，哇，他就觉得好无聊哦，好无聊哦，他就问老和尚说，哎，老和尚真的好无聊哦，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？老和尚就跟他讲说，那不然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老和尚就说了，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深山里面有一座庙，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，哇，小和尚每天都在那边打扫，打扫的好辛苦，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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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他就跟老和尚说了，哎，老和尚好无聊哦，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？老和尚就说了，好，那不然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他就说，从前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深山里面有一座庙，庙里这故事的本身它就是制造一个循环啦。那比如说你晚上如果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一直跟自己讲这个故事，就是像数羊的概念。好了，正经了，我们讲另外一个，真的是笑话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湖边，有个樵夫在湖边砍树。我是樵夫，我是樵夫，什么东西都要樵很久。这个斧头要这样拿，还是这样拿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斧头，豆斧头。结果他就看到一棵大树。我肚子有点饿。不对，是有棵大树。使尽所有的力气。砍着迎战。小叶，你觉得刚刚这个数字的笑话怎么样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，五高赞。五高赞。
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小叶是负责拍的人了啊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笑话，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我的粉丝专页 FB， 然后还有我的 IG， 喜欢的朋友记得追踪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